抽奖奶茶终于道歉，宣布暂时歇业。用手指长抠脚抓痒，这就是一周刊所拍下知名福芝奶茶煮茶的过程。原本福芝奶茶还发出三点声明，强调茶饮没问题，通过了卫生局两次查验，都符合规定。但眼见网友炮火连连，事隔五小时终于道歉。福芝负责人在脸书说，向所有支持的民众致上最深的歉意，真的抱歉让大家失望了。他也坦承一周刊报道的内容确实是工作流程上的疏失，并宣布集体下架所有茶饮，暂时歇业。